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。今天我们来吃肉肉圈，这不是圈肠，这羊捆肠，不，猪捆肠。哇，搞的是爆辣的，只求你们的小红心呀，给一给呀，走一走，来。相信你们会给我的。这玩意儿味真的很重，每次吃都感觉好重。爽。这大口吃的感觉就是好，而辣椒好多。全都是一圈一圈的，看。然后又着劲了，我给他蒸了一个小时，还没蒸烂糊，太难了。三只，没有加。